我们做人呢，一定要从古代学到现代，从别人身上学会怎么样来生活。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有个齐国，有一个人叫淳于髡的人，他的口才啊非常好，他在皇宫里啊，他经常用一些生动有趣的比喻来劝别人，他不讲把事情讲死的，所以别人听了他的规劝呢，非但不会生气，反而会虚心接受意见。所以当时齐国的国君呢是齐威王，这个齐威王呢得胜之后，他很聪明，他得胜之后继承王位，每天沉迷于酒色当中，将国家大事呢全部交给下面的大臣去管理，自己不闻不问。所以呢朝中呢所有的啊各种各样的啊不好的事情就多起来的，而且呢国力呢也日渐衰弱。此时很多国家就趁机要进攻齐国，这个时候已经入侵齐国，占领了他边上很多的土地。这个时候齐国举国上下都十分的担心国家的命运，但是没有人敢去劝齐国的国王。就是这个淳于髡，他在皇宫里遇到了齐威王，他就对他说：皇上，您近来可安好啊？很好。大王，我有一个谜语想给你猜一猜。有一只雄鹰住在我们齐国的皇宫里已经有3年了。这只雄鹰啊，既不展翅翱翔，也从来不叫，大家甚至说它不是一只雄鹰。您说这是一只什么鹰？为什么呢？这个齐威王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，他知道这是淳于髡在讽刺自己，作为一国之君，成天花天酒地，毫无作为，只知享受。所以齐威王听了他的劝，决心要让齐国富强起来，让人民过上好日子。所以他就对着他说：你不了解这只雄鹰啊，它不飞则已，一飞就会冲到天上；它不鸣则已，一鸣就会惊动众生，你等着瞧吧。从此齐威王不再沉迷于酒色，开始治理国家，在上用人，鼓励那些认真的官员，处罚那些腐败无能的人，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。别的人知道齐威王又在加强军队的管理，把很多占有的土地都归还了他。所以中国有一句成语叫一鸣惊人，就出自一曲，来比喻一个人，如果你有不平凡的才能，你不善加应用，你往往就会被别人所唾弃。如果你这个人有本领，好好的用自己的本性来学博修心，你就是叫有悟性。所以找回本性，擦亮心灵，让我们今天开始就懂得慈悲别人。当你慈悲别人的时候，你会获得别人的谅解，你会化去很多的灾祸，这就是妙法呀。